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探究一座莺歌很神秘的火山体。没错，莺歌也有火山，相信知道的人很少吧，那就是尖山。我现在呢在莺歌尖山里的第二示范公路的下方，我们出发了 ，Let's go。前方这里有一个看台，看出去还蛮开阔的。这条柏油路上来没多久，就来到了一座比较平坦的，已经快到达高点了，很快就到达了。高铁寻找尖山中，是不是在里面呢？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条路已经非常久了，没人来走了。哇，已经都是草，前面有路径。来到这里有一座废弃的建筑，这是一处废弃的人家，目前应该没有住人了，是建在尖山顶上，尖山就在这边目前这个点是最高点，你再过去看一下。上面有一个废弃的凉亭，这个凉亭叫做富士亭。这里其实是一个地砖的窑业公司，应该是一座庙吧。这里是莺歌尖山的火山体，它是位于莺歌车站西南方约4公里处，是属于死火山，凸起于河街地上，火山体呈三角形之山小山丘，最高海拔128公尺，基盘露出第三纪的灰色砂岩及页岩之覆层，其玄武岩大部分属于细质玄武岩，所化育的黑色土壤成为的莺歌陶业瓷业的重要原料，根据假雅法放射性定年的结果，其火山活动期为中新世纪晚期，相当于甲板山火山活动期。出来了，探险完毕。原来这个杂木林中有一间废弃的房子，
然后上方呢还有一个废弃的凉亭，上也就是尖山顶了。在我的后方就是莺歌的尖山了，它的海拔高度是130公尺高，没有基石，它是一个火山体，死火山，周围无展望，全部都是在树林里面，已经被树木所包围了。探究完毕，准备离开尖山。任务完成，我们要下去了。一样是压马路下去，不过这一段马路是很短，不到300公尺就到中正山路了。莺歌的尖山，任务圆满完成，谢谢，拜拜拜。那尖山的路呢，就是前面这条上去。